教英文，台下同学桌上空荡荡，人手一台遥控器，做什么呢？原来是用来回答问题。重点讲解是传统课堂的我点名你回答，变成我提问人人答。学生要上网回答问题，然后老师要上网抽取学生的问题。好，有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放在任何有握把问题测试，很早。好，那借这个机会对我们的助教。在各个国家当中，他的态度吗？但是态度。